我今年18，然后第一次碰到是 K 大命嘛，那时候才15、16岁的时候先碰到，那时候有校园反毒嘛，老师是我要讲，就是可能是因为这样的关系上面，那我就更想去触碰，因为我的个性属于爱玩嘛，啊我就想说他们就说什么膝盖一次包尿布一次嘛，我就不信了。好奇心让他走上吸毒这条路。刚满18岁的阿吉是基督教晨曦会中区戒毒村最年轻的学员，差一点被关进少年感化院，在关护人帮忙之下，1年多前住进了戒毒村。因为阿妹他们，他对我的影响比较大，他是成瘾，就是让我会比较会成瘾的。然后阿妹他们一克500块嘛，半克500块。然后那时候我是先吸500块，后面又吸1000、2000这样子吸上去。然后渐渐的就越吸安眠药会让我不想工作。住进戒毒村的初期，毒瘾发作，阿吉成天躺在床上昏睡，直到这几个月生活开始恢复正常。而在房间的另一边，安安静静看着书的是�a吉的室友小明，今年23岁，国中开始染上毒瘾。七叶啊，嗯，然后这里面的这个就是八叶啊，因为以前在镇头，嗯，是你，就是我在跳关将手啊。哦，你是跳关将手的哦。对。跳多久？嗯，跳差不多快2年。身上的刺青是他年少岁月的写照，在阵头里他是关将手，民间信仰当中受地藏王菩萨感召作为护法将军。现实生活里，小明却是触法违法吸毒，沉迷 K 他命 K 烟无法自拔。我有一次把他的首饰什么有一盒东西，本来准备要拿去卖掉，他就跪在我面前。然后就拉着我的脚，然后叫我说不要啊，不要出去，然后说什么我们这家快被你弄垮了。担心抗拒不了外界诱惑，小明住进戒毒村已经3年，早就超过18个月的戒制期。他说，暂时还不想回到花花世界，与其说是逃避，不如用努力斩断毒源形容来得更贴切。生理上的毒瘾3个月就能去除，至于心理上的瘾，一辈子都在。就是走投无路了，也没有，也不想再吸毒，因为我觉得很累。你每天，而且。这样自己，你知道自己是一个人，但是你活不出一个人的尊严呢、啊，就是蛮，因为毒品的一个捆绑，让你真的活不出一个人的尊严。健身耗体力，不去想着吸毒这件事。起初梦想当个健身教练，不过这些日子来，健身教练梦悄悄有了变化。以前我们真的是不晓得活着是干嘛了。没有盼望啊！我现在觉得说，其实我不要求我以后我能做什么大事，或者是我能去帮助多少人，但是我觉得我现在我唯一的，我就是能够好好的，能够好好改变。那因为我自己在这个信仰里面的感动，我希望能够，我当初怎么受到这帮助的时候，我也希望能够去帮助现在还在吸毒的人。可能是心念转了，暴力之气也跟着没了。以前自己独享的粉红收藏，现在也对着镜头大方分享。我有这个 Hello Kitty 的凉被，然后还有枕头，然后还有这个很漂亮的抱枕，然后还有这些公仔，就这些啊。整套哎。嗯，对啊。都是你的？对，我自己买的。小明的戒毒之路目前走得还算稳定，不过他并非唯一成功案例。以晨曦会戒毒村戒毒公寓来说，在台湾成立33年，辅导过5900多个个案，570位重回社会，其中70多人也当起了戒毒辅导师。之前吸毒的经验，它也是我们的优势啊。那现在我们在陪伴的这群学员们，他正在他们正在走的路，我们已经走过来了，所以有时候我们比较能够同理他们的心，而且他们看见这里的辅导员，他跟我一样也是吸毒的过来人，所以他们就会觉得有一个盼望，他也想要跟辅导员一样。其实重点在于
只要有目标转移，对毒品的寄托和注意力才能够远离心魔。在戒毒村，一切都是靠心来自律，老师和辅导员只是加强戒毒意念，住进来的几乎都已经是走投无路，戒毒动机相对比较强。而法务部监所的矫正体制对戒毒者也提供了相同帮助，观察乐戒着重于生理戒毒，戒治则是倾向于心理辅导以及医疗介入，而这些够吗？我觉得第一个是大家对监所一个戒毒成效的定位错误，就是我希望你关进来了，接受谘商辅导，然后这个人就从此不再犯。他这个，我觉得这个本身的期待跟定位就是错误的。监狱戒治所是执法单位，为了强化戒毒的心理疗程，针对毒品犯罪者分成了调适期、辅导期以及社会适应期，进行分班分流授课。另外也会提供个人、团体谘商辅导以及烹饪课、瑜伽课。但师傅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。一旦出了狱之后呢？在监所这部分来讲，我自己我们目前为止看到是说，其实是后端的配套措施，其实台湾的资源明显是薄弱的。他真的觉得他充满希望感，他想改了，他出去了，可是他立刻碰到挫折。好，第一次他可以忍了，第二次、第三次，大概一个对一个吸毒曾经吸毒的人，他的挫折感事不过三，第三次之后他就开始觉得，我为什么要改？这改变好困难哦，自暴自弃起来了。对，他会有很多很多东西出来，所以他又回去，他又会寻回原来的人际系统，就是毒友，因为毒友最了解他，最会支持他，最会给他特效药。回过头来检视，毒瘾最终是来自于环境和心理因素。毒品上瘾就像是一种慢性疾病，一旦病了，跟着你一辈子，无法药到病除，只能慢慢的、慢慢的改变自己。自我意志力、国家政策、社会环境，缺一不可。